压轴登台的是原住民歌手纪晓君，在世大运闭幕典礼，电音混搭古调，被大推大赞是神救援。纪晓君霸气完美演出，不过上场前在脸书上预告现场，藏不住幽默。脸书贴出两张照片，小军说：“我就是丢三枪的选手，绝对要拿金牌啊！”不过其中这一张高举双手的照片被粉丝 P 图 P 成这样。世大运超应景的举重项目，纪晓君高举双手照样挺举。还有这个高举月亮变成月饼那么大，不然变成海洋之女代言普悠玛海洋深层水，还有多深？还注明陈建年推荐。看到第一张出来之后，就传给我看，他说：“狐狸，你看。”他一直笑，然后就一直期待有什么新的。照片变成影片，还有这个会放电的纪晓君笑称这是雷神索尔，双手高举的可能还能提着香肠肉串，写上“大姐别怕，我会喂饱你的”。知道大姐喜欢美食，纪晓君的表妹 P 出这样的恶搞图。我们针对每一张图，我们都觉得很欢乐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还有没有再多一点点？还有没有再多一点点？就一直期待说，下一次网友会不会还有一个什么新的作品，可以把它变得很厉害。世大运压轴演唱，纪晓君用古调让世界听见台湾。只是谁都没想到，这张后台照，网友和家人为高举双手的纪晓君继续创造笑点有多么无限可能。三立新闻张展志、张俊栋台中报道。